嗨，大家好，小孩子，这一集开箱 WTOPS 2021年春夏开季发售的 WD，算是飞行夹克。好，那外套的部分一样有这个防尘袋，还有衣架，那这都是一样的哈。好，那我把它拿起来，等我一下哦。OK，有点卡。稍等我一下，好。然后，布料的部分是用 satin 材质的，然后，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怎么说，垂坠感还蛮好的哈。然后布料也比较厚实，比较挺，那真的蛮重的，这样子举着手都有点酸了。然后这件是深蓝色的，然后，我调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实际的颜色，是深蓝色的，大概是这样子。OK，然后正面设计比较素一点，只有这个下摆这边那个白色的布标。好，背面的话，这个 WTVUA logo 的这个印刷设计就还蛮那个显眼的哈。刚有车经过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其实版型的部分跟怎么说，就是一样，也是宽松的版型，可以看到它比较宽松一点。好。然后在材质上，它也有运用，就是机能布料 Cordura，给你看有它的标，所以说这一件的耐用度也蛮好的。那在领子的部分的话，这边是个设计比较特别哦，它是做立领的设计的，就是它领子是这边是不能拉上来的，就只有到这边。好，再来把它打开来，好，在中间这个纽扣的就是中间拉起来的部分。它有做双层的保护，就一个是拉链，再加纽扣。它纽扣是蛮特别的哦，跟传统的纽扣不一样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就是反正比较不同一点。打开看一下内部。好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好，内部的话就没有内袋，那有车一层这个衬底在里面，那一样深蓝色的。这个内部的深蓝色就比较明显一点点，跟你外面的比，外面就比较深。好，然后再看一下标，OK，再来是洗标我印象中也是没有改啦，那一样怕会有假货，就拍给你们看洗标，JavaTips，我给你们做依靠，依靠。依据跟参考，大概拍一下，OK。然后这个洗标的这个材质是像那种我们停车，路边停车会有的那种停车单，就是那种防水的材质，摸起来有点像塑胶的这样子。好，那大概是这样啊。还有一个袖口，看一下，袖口的话就是这种短短的袖口设计，像这种我就比较喜欢短短的，比较利落一点，啊也可爱可爱的。好。大概是这样子，那四个版型给你们看好了，有没有想说要 ending 的？今天是二号的，那我身高是177，80公斤，那蛮好看的。等我一下哦。它是做比较短版一点的哈，其实要正常搭就很好看。好，OK，那这部影片就拍到这边，一样有需求或者是有疑问都可以再来讯跟我联系，拜拜。